虾，吃了最哦，闻到就最哦，汤胖，哦，咖喱胡桃，铁板虾，哦，鸡蛋嘞，鸡蛋嘞。
你订的啊？那天晚上好订哦。哦，好亮哦。三杯鸡，啊，一样讲。这个是手抓海鲜。这个菜脯蒸鱼。这个嘎拉布豆干。这泰式啊，蒸鱼。好。这个是醉虾，醉虾，红烧猪脚，哦，猪脚，这个是铁板烧虾，咖喱鱼头，砂锅空心菜，好，我们还可以，好，good， 一个三杯鸡，谢谢， okay. 好吃吗？哦，是，下次人问我，那吃黑不白卡？是，这边都是黑卡胖的，哦。就有些就是在网聊上，有时候在 FB 在 Facebook 的时候吧，就很多人都推荐了这豆腐，就很多人开玩笑讲美味老板的豆腐那个西北干嘛好吃啊？啊哦，美味老板的豆腐的西北好吃啊，这是个豆腐啊。哦。都再加上啊，他高温炸的时候呢，就是他的豆腐啊，他会就是。饭啊，真的是一碗饭啊，你不够吃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三杯鸡。姓绍兴。啊，有淡薄油菜啦。啊，要紧是叶海青啦。叶海青。啊。咸要够新鲜。对啦。嗯。这。今日能吃阿红家。要穿手套啊。要穿手套。来，这虾姑，这个叫奶油哈，海哥，有海哥，有海哥，就螃蟹。谁给我一次嘛，海哥？海哥给我一次。海哥啊，来，给你。谢谢。然后再来就是这虾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喇喇，给你，来，可以啊，这个喇喇。